大家好，我是三精油，我现在在榆次的向里村。向里村啊，是个千年古村，保存了好多比较完整的古民居建筑，有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蔺相如的蔺相庙。这里留下了许多走西口商人当时留下的晋商古院，这里还有十八兵团前线指挥部的旧址，司令员徐向前就曾经住在向里村。喜欢原生态古村落的朋友，我推荐大家可以来向里村看一看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